放开我！你柳如旧，大庭广众的，你在那嚷嚷打鬼子，这让便衣汉奸听见还得了吗？听见了就打，怕他们？莲花，你先别惹事儿，事儿人太多，不便多说，咱俩换个地方边吃边聊。我不跟你吃，我要找武大哥去。莲花。 行了，我说老爹，承蒙你盛情招待啊，虽然没抓着土八路，但是兄弟我呢吃的也是酒足饭饱了。今天啊，你这手艺是不错呀，辛苦你。哎，你可是找了一个能干的好媳妇儿啊，有口福。记着啊，以后可不敢不对喜妮好，你要是敢对喜妮不好。 叔，您放心，以后俺一定对喜妮好。俺不但要对喜妮好，还要好好孝顺俺爹。是不是爹？少说两句吧，这酒钱的弄啊！老天，这辛姑爷说句话，你还端上架子了？你看，哎呀，往后还请。 多多管照啊，多多管照啊！一定一定啊！那我就打道回府了。那俺送送您。爹，喝那么多酒，别再摔着，俺送就行了，俺来送叔。还是俺送吧，你们都喝酒了。你看这新姑爷多会说话呀！老天，咱们又不是外人，就不用来这一套了啊！ 走了，啊！叔，哎，叔，慢走。张管浩，张管浩，才叫了你几声爹，这么快就改口了？哎呀，那个爷爷呀，您就收回去吧，您叫俺爹。 俺手不齐呀！行了，起来坐着说话。亏你还是个中国人，到地鬼子做起事儿来了，想当汉奸是吧？不是，那都是，刚才这个黄协举了这个党管了，他叫陈祖寿。 先前俺俩就认识，这不他说他要抬举俺，让俺给鬼子做事儿，俺也不敢不干呢。那你跟我说说，你都替他们干过些什么？俺也就是替他们催催粮食。哎呀，都是乡里乡亲了，俺也没有害过谁呀。 今天碰上张管你们了，俺都是主要蒙了心了，俺想报个信儿立个功。幸亏你们没有事儿啊，你们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那俺天佑生这辈子心都不安呐。行，说过书还是唱过戏呀、啊？讲的那么好听，这绝对都是真事了。 俺搞报完信儿啊，俺就后悔了，俺就带着他们呀，在村里瞎溜了一圈儿。俺想啊，请他们来家里吃顿饭，打发走就完事儿了。可是没有想到，你们也来到俺家，你说，哎，田有生，八路军从来不做没有把握的事儿。 刚才幸亏你没动歪心眼，要不然这屋子的人都出不去。知道这叫什么吗？爷爷呀，你饶了俺吧！俺说的都是真话呀，绝对没有半点假话呀！俺要是有半句假话，那找根绳子把俺勒死算了，给俺留个全尸啊！坐着说话，你看你那样子怪吓人的。
坐着说。我问你，知道这叫什么吗？莲花，你别闹了。我没闹，打鬼子是不是正经事儿吗？我爹也说了，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，要不然他干嘛带着你们打鬼子？你要打鬼子，回去跟大当家的打，哥陪你一起打。你说你跟着八路掺和什么？等你们打鬼子，等你们想起打鬼子，鬼子都回姥姥家了。莲花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是为了那个武忠义吧？谁说我是为了他？哎呀，我就想打鬼子，不行啊！你这是胡闹！你知道八路的底细吗？你清楚武忠义的为人吗？啊，那八路四处征粮抢钱的事你没听说呀？再说了，那武忠义现在说不定都死半路上了。柳如九，不许你诅咒武大哥！我从小跟你一起长大，我把你当哥，可是我现在已经长大了，我有我自己的主意。我不喜欢我爹管着我，我也不喜欢你看着我。我奉大当家的严令，今天必须把你带回去。那我要不回去呢？那我就只好得罪了。你已经输了，你打不过我。莲花，我得让着你。说的就跟你不让着我，你就打得过我似的。柳大哥，我知道是我爹让你来找我的。你回去你就跟他说，你说我对你动手了，我还把你打了一顿，他不会怪你。莲花，好了，你已经输了，不许再跟着我。这叫杀奸雷，知道八路军的锄奸团为什么这么厉害吗？因为这个东西它有灵性，你一动歪心思，他就知道，他就能跳起来，棒，把你炸个稀巴烂。俺绝对没有歪心思啊，半点都没有啊。老田，今天我们能留着你这条命，得多亏你有个好女儿。和你商量个事儿，我们要在你这借住几天，有什么意见？恁主恁主，你们想咋住都中啊！你们在这儿住一天，俺就尽心尽力的侍奉好你们一天，绝对不会动半点歪心思。那就谢谢你了。另外还有个事儿，你得到陈祖寿那儿帮我们拿些药回来，治伤用。哎呀，这个事儿可不好办呐。是这样啊，先前俺听说呀，这个药很金贵，就让陈祖寿呢，去弄了一些回来卖了。那钱呢，俺俩都分了。现在呀，他说呀，小鬼子对这个药控制的特别严。要是发现谁弄这药啊，谁就没命了。这个事儿不好办，真的实话不好办呐。天有事儿，你不老实啊？老实，俺绝对老实啊！你到村里打听打听，俺家祖宗八代都是老实人呐，是不是？啊，那你们家那些药，那是怎么回事啊？死你的，傻的我会说呀！哎呀，张国呐，是这样嘞，那些药啊都是先前拿回来的。哦，前些日子呀，这个皇军呐和土八路
是八路军爷爷和小鬼子打了一大仗吗？这不，所以呀、啊，现在啊，这鬼子呀对这药控制的更严了。那药啊都是先前拿回来的，这不还没敢往外卖吗？要真让你去陈祖寿那拿药，我还不放心呢。我现在是你女婿，我自己去拿就行了。啥？你去找他？你要敢动歪心思，沙坚雷可看着你。不会不会，俺绝对不会当汉奸。自己看着办吧。大日本皇军刚刚对潜伏在我境内的八路军主力进行了围剿，这次的行动成功的剿灭了我们境内八路军的主力，这一仗我们大获全胜。不过我们也发现在我境内还潜伏着不少的敌人，大日本帝国的皇军经历了大战，需要休养生息，所以我邀请诸军为大日本帝国贡献力量，你们到各个村去搜索，发现可疑人员一律逮捕。前田君会详细地跟诸位介绍行动方案。诸军，考验你们对大日本帝国忠诚的时刻到了。好，老少爷们儿，我说两句啊，这个大日本皇军来我们中国，是帮助我们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。可是有一些不识好歹的人非要和人皇军作对，今天我们就是想让你们帮助我们找出这些人来。哎，你们听明白没有啊？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啊。哎，我说把他们拖出来几个给我打。喂，陈嫂，哎，你这样是没有用的，还会耽误我们的时间。那太君的意思？我有些告诉他们，凡是和八路有联系的就是这个下场。这里发现十名通匪的奸细已经全部被处决。陈嫂，我们去下一个村子。嗨，开路。你这个妮子呀，你嫌你爹活得长了，把恁爹往火坑里推呀？你把一群祖宗领回家来弄啥呀？他们打鬼子的都是英雄，他们打他们了，咱平民百姓跟咱有啥关系吗？跟咱没关系，那你还领人抓他们？恁懂个啥呀？要是我让皇军知道了这些八路住在咱村儿，那咱全村人都得没命啊。要不是你这样的胆小鬼去告密，那边人咋会知道？俺胆小不都是为了你呀？妮儿啊，你爷爷说过，胆子小活到老，胆子壮脏乱岗。你爷爷还说呀，老鼠为啥活得长，都是因爹啊，要都像你这样，就没人打鬼子了。哎呀，妮儿啊，打不打鬼子当啥劲嘞？咱老百姓只要安安生生的过日子，给谁拿皇粮不是拿呀？啊？那俺男人呢？他招谁惹谁了？还不是给鬼子给杀了？俺才嫁过去几天呀，
还没吃过一门酒呢，就做了寡妇。武大哥他们打鬼子的，那就是舔报仇。俺要是不帮他们，就是为了良心。那你也不能说，那个八路就是你男人呐，啊？这要是传出去，这往后你这日子可咋弄啊？ 啥咋弄啊？俺行得正坐得端，俺怕啥呀？这村里又没人见过俺男人，谁知道他就不是啊？就算知道了他是八路，那俺也是为了打鬼子，知道的人都得给俺说个大拇哥，叫俺一声女英雄。那你要不是怕被人说报应，你干啥瞒着俺男人被杀的事儿？ 老子还管不了你了，你打你打你打！那八路还在俺家呢，你打俺试试看。哎，妮儿啊，妮儿啊，你去跟他们说，你就说，你爹俺不是汉奸，啊，不要拿着那个泪啊在俺眼前晃。 看着俺就害怕，你想得美。鲁大哥，吃饭了。鲁大哥，啊，谢谢你啊，喜妮。其他人啊，我已经给送过去了。哦。哎，绑着的那个。 你给送去吧。啊，去吧。啊，什么事儿这么高兴？今天，俺跟俺爹吵架了，俺赢了，长这么大呀，这头一回赢。<笑>怎么吵的？ 他跟俺啰里啰嗦的说了半天，说完，坐吃。说完啊，把他往火坑里推，可俺觉得俺这是在帮他呢。你说，跟着鬼子能有啥好下场？村里的乡亲们嘴上不敢说啥，可背地里都戳俺们家脊梁骨呢。哎呀，说得好啊，这有点女英雄的架势啊。 他还跟俺说，武大哥，你冒充俺男人的事儿。哦，俺说，俺行得正坐得端，俺怕啥呀？要是有人知道了，还会夸俺是抗日女英雄呢。俺不怕有人嚼舌根。嗯，等等，哪个队长冒充你男人？俺男人让鬼子给杀了，这村里的人还不知道。 那天不是俺爹带着伪军过来了吗？俺怕他们看出啥破绽，所以就让武大哥冒充了一回俺男人。喜妮儿机警得很，要不是他，还真麻烦了呢。哎，对了，喜妮儿，过几天还得再麻烦你一下，明天我去趟周镇，麻烦你照顾一下大家。你要去周镇？ 去给我兄弟找郎中治病，这周镇盘查得很严，我还得想办法再弄个良民证。用俺男人的吧，那边啊是陈祖寿的地盘，他见过你了，不会查你的。喜妮儿，我们这些事儿真是多亏了你帮忙。武大哥，瞧你说的，你不是说了吗？俺这也是在为抗日做贡献吗？<笑>对。 武大哥，你去周镇之前，俺有个事儿想托你办呀。你说，只要我能办到的。不难办。俺们家的亲戚听说俺带着男人回娘家了，都想过来看看。你说这事儿？我听明白你的意思了。不是，你就说你男人病了不就得了吗？
这新女婿回门就这么躲躲藏藏的，会让别人起疑心的。再说了，俺大姑、二姑、三舅、五舅他们都说了要过来看看。你们家有多少亲戚啊？这是田家村，俺们家在这儿是大姓。哦，喜妮这样不行，我们是路过的。你想没想过我们走了以后你怎么办呢？都这节骨眼上了，俺也顾不上别的了。再说了，俺都想好了，等你们走的时候俺也跟着一起走，俺也去当八路。哎，不行，当八路是要打仗的，会牺牲的。俺不怕牺牲。喜妮，这不是怕不怕的事儿啊。哎呀，武大哥，你们是八路军，你们不懂俺们这儿的事儿。俺现在已经是个寡妇了，要是不跟着你们走，俺就得在这儿待一辈子，当一辈子的寡妇。俺大姑就守了一辈子的寡，她的苦俺可知道。再说了，武大哥，你看你们这儿还有伤员呢，也得在俺们这儿多待一段才安全，不是吗？行，行，那你跟我说说你男人的事儿，要装，咱们就装像一点，别露馅儿啊。哎，真的呀，太好了！来，你给我看一下嘛。这个我没拿来。啊，那没得事。哎，那这个逢凶化吉的意思，是不是就是他们马上就可以把我放出去了？啊，快了快了！菩萨说你能逢凶化吉啊，你就能逢凶化吉。啊，来，好好吃饭啊。哎。你别往心里去哈，这个有时候也不灵。你呀，别担心，好人会有好报的，会有好报的。我的娘啊，我又没有做啥子伤天害理的事情，我这一次肯定是死定了，我肯定是死定了。呀，我再也见不到你了。孩子，你别灰心，会有办法的。有啥子办法吗？啊，那么肯定明天就要把我拉出去看老婆了。武大娘，你晓不得，我老娘只有我一个儿子，他眼睛还不好。孩子，你家里有老娘，你就不该往外跑啊！我也不想往外跑，我是被抓的壮丁儿。二叔，二婶，这是三姐、四姐。二叔，二婶，
啊，来来，一块喝一杯吧，一块喝一杯，一块喝一杯。二叔二姐啊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干了干了，来来来，吃啊吃啊啊，吃着喝着啊，吃吃吃吃吃着喝着，来来来，姑娘，来来来，过来啊，哎，好，哎，这是三舅，哦，三舅，哎，姑爷，来，我敬你一个，三舅。实在喝不动了，那哪成啊！你这姑爷不喝酒，姑娘立马走，大伙说这行不行啊？不行啊！哎，你看，哎哎，敬你一个，敬一个，来，妹子，三舅，怎么想？就找这么一傻大个儿，哪儿好？还是个外地人。爹，别老站着，过来喝一口。当初不如嫁一哥呀，咱知根知底儿啊。要嫁一哥，哥疼你，白天烧炕，晚上铺床，咱俩往被窝里这么一躺。那小日子过得那得多美呀！呸！你喝的白酒还是驴尿啊？说话不骚行吗？我跟你说啊，今天是俺大喜的日子，俺不跟你一般见识，闭上你的臭嘴！俺给你塞驴粪堆儿，你信不信？算我没说，算我没说行吗？媳妇咋跟人吵起来了？没有，咋样？哎，妹夫，哥定你一个。哦。我是你大舅哥，来来来来，呀，喝着。你不就是想喝酒吗？啊啊，男人他不能喝酒，你们别惯他了。想喝酒，喜妞陪你们喝，成不？想喝多少喝多少。你瞧瞧，你瞧瞧，这刚过门就向着他男人，真是。来来来，喝，喝喝一会儿。哎，媳妇儿，媳妇儿，媳妇儿，哪能让媳妇儿替俺喝？二混，二混子，哎，叫哥。哥，我是你哥，对，哥哥哥哥，来来来来来，干一个，三舅，干了干了，来一块，别喝了，必须得喝。别灌了，哎，吃吃，哎，吃菜吃菜啊，吃啊。我本来在电灯铺里头当小偷，当的好好的，他们就把我抓壮丁，抓去打仗。他们看我打仗不得行，就逼我去学法宝，好给掌柜当亲务兵。那个掌柜，他早已不顺心，他就打我，我就想逃，我就逃出来，被他们抓回去，他们就骂我，他们就打我，他们还要枪毙我。我心里就是想到我老娘，我逃了好几次。我都没有跑过，他们就说我是逃兵，要枪毙我。你真是个苦命的人。后来就开始打仗，死了好多的人呢。我想我不能死，我想我部队还有老娘，我就从死人堆头头爬出来，我就跑，我就逃。但是我没跑好久，我就被保安突然抓起来折磨我爪子了。
你说的我好伤心。你咋样？你就让我说，我心里头有好多话，我都不敢给他们说，我怕他们骂我是老总。吴大娘，我不是那老总，我只是心头放不下我老娘。吴大娘，我真的好想见我老娘一面，就算我明天被枪毙了，我也心甘情愿。孩子，我帮你掏出去。算了，你也莫骗我了，我晓得我逃不出去。有机会，保安团都出去清查去了，还要逮回一些人呢。到那个时候，监狱的人就多了，他们也数不全乎。我就叫你出来帮忙，找个机会你就跑了，回家看你老娘去。怎么样？看你实在是太可怜了。我要是不帮你，我整天要拜菩萨还有什么用啊？大娘，那我就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！我这一辈子和下辈子都谢谢你的大恩大德。小声点儿，要叫别人听见了，那就麻烦了。大鬼，哎，队长，你回来了。哎呀，这比打鬼子还累啊！队长，当新女婿还能累？下回再有这样的事儿，让你鲁大奎上，你试试。哎呦，队长，难说错话了，行吧？你饶了俺吧，你。你给三虎打冷水，用毛巾敷头了没有？刚敷上。怎么样了？还那样。哎，只要李清九在就好了。是。哎呀，你咋喝这么多呀？不喝不行啊。他那个三舅，偏说自己是武松转世，啊，是什么喝了十八碗也能打斧的好汉。我要不喝，我要不喝，我怕他把我当老虎打呀！哎呀，你喝点水醒醒酒。嗯，不醒也得醒。明天一大早去周镇。媳妇儿，就用这烧酒。每天早晚各一次，给他清洗一下伤口。吴大哥，你放心，俺好好照顾三虎哥，他一定能好的。平东家，哎，每天这么用你的烧酒，不会心疼吗？哎呀，口风可得把紧了，这消息一旦传出去，后果你应该知道。哎呀，哪儿弄来哪儿弄来，吴长官这是不放心俺呐。哎呀，俺闺女跟你们已经拴一根绳上了，俺总不能出门另寻思路吧？好，我相信你。大奎，走。队长，俺送你。哎，你两杯转。两杯转丢了。丢了。丢了，借他们干啥？回去，老总。你
你就是田有胜的女婿是吧？老总认得我。陈团长早交代过，说你今天会过来。来，哎，最近城里头风声紧，没事可别瞎出来溜达。要是招灾惹祸，落到皇军手里边，就是陈团长也保不住你，知道吗？那是那是，老总放心，俺是老老实实的良民。看你也像个良民的样儿。谁让陈团长和你老丈人有交情呢？咱们也是自己人，不是吗？是是是是。要是遇上盘查的，就报陈团长的名字，哥几个谁也不难为你，知道吧？好，好，好，啊，来进去吧。老总费心了。哎，下一个。怎么，有人受伤了？啊，我兄弟磕伤了，村里郎中说染了血毒。兄弟，你这方子我可不敢给抓药啊。为什么？掌柜的，医者有父母之心呢。兄弟，我不管你什么来头，像这掉脑袋这事儿，俺这平常老百姓可不敢往上凑啊。那你知道这周镇哪儿还有能治这伤的郎中？我不敢治，别人他也没这胆子啊。我劝你啊，还是省点力气吧。好，走，不送了。厉害什么？我要杀的是武忠义，又不是魏三虎。怎么还说？来啊！好了好了，别吵了，这还有病人呢。娘哎，这是烫出火来了！姓吕的，我三虎哥没事儿，你也没事儿。我三虎哥但凡有点事儿，我要不弄死你，我他妈不姓卢！计策，对十个乡一一进行了清查。根据汇报上来的数据，我们总共击毙了561名通匪者。阁下，真的有这么多人吗？或许有些人是下面的士兵用来凑数的。不管怎么样，没关系，都是中国人民。阁下，属下的这个计划本来是十个乡一个个的进行扫荡。逼得被我们打散的八路军没有容身之地，皇军继续追赶着他们，然后进入我们的包围圈。不错，这是个很好的计划，我们还会继续。八路对老百姓的渗透力非常强，属下的这个计划就是想真正的切断他们的联系网。如果下面的士兵胡乱杀人，仅仅形成了威慑，那力度是远远不够的呀。八路的联络员都埋藏得很深，在短时间内也很难找出他们。
如果是这样，属下的这个计划结果是要大打折扣的。将军，嘿，我倒是有个好主意，能完善你的计划。阁下请讲。也没什么特别的，就是多杀人，尤其是青壮年。100个人里面总有一个是八路，那我们杀1000人就是10个，杀了他们3000就是30个，这样对八路的联络网是一个严重的打击。阁下，这样做会不会激起中国人的反抗？钱队长，要不是留这些人为我们皇军种粮食，就杀光这些人也在所不惜。嘿，彩色军旅向前行，熊熊烈火映大地，铁的心肠四枪无人能阻挡，升起昨日的惆怅，穿上忠心的